Hey guys， 晚上好，我们现在在口沙摸一的夜市，看到后面那个男生奇奇怪怪的，头上戴一个花色的头巾，那个就是我家那一位，走去看一下。哦、oh, ，crispy 的，100 baht 是20块，4块钱新币，这样少，哎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有没有马来西亚味道？有没有马来西亚的四根庄的那种感觉？还是差一点？那我觉得给老板吧。走远一点。我就咸了，而且没有很脆啊。等下刚好弄出来，要不要吃一点？但是挺好吃的，有它味道好喝呀，好像皮不够脆。东南亚的水果真的是又多又便宜又甜，泰国的水果真的是。拍出来的画质咋样？你觉得我的比较好还是你的比较好？你的好。是吗？太烫了吧！哇，这哇，他怎么能飞这么远呢、啊？哇，他戴 mask， 他戴 mask。Happy New Year！ 我觉得叫孔雀开屏。哇，这5个人呢、啊。